我不知道被困在这里多久了，这里除了无尽的迷雾、破碎的地面，就只剩下永远也摸不到边界的深渊，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，让我越陷越深。几分钟前，我收到了一条讯息，内容大致是让我寻找炸药，打通一条隧道。我不明白这条讯息所代表的含义。这就是感染者，他们大多嗜血如命，也没有智慧。遇到他们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送上一颗子弹。感染者，远处是直升机吗？不知道他会将我带到哪里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必须做出选择了。该死，这里要崩塌了！